上来看这个真有名的网络的红人馆长陈志涵，半夜两点外，离家己所开的健身馆的门口，和一个男子近距离连开三枪，伊的脚甲手拢来吊枪，流血流滴，伤势严重。好在家在送病院开刀了后，这个状况已经稳定了。这个开枪的嫌犯，就是馆长进前伫直播的时阵有讲到的，甲性骚扰的迄个健身馆的会员，讲当时这个男子伫馆长的身躯顶安尼挥来挥去，馆长是气甲爱来道歉，想袂到这个嫌犯硬心竟然甲开枪。讲一个开枪开煞，可能是为了要减刑，马上就坐客停车到派出所去投案自首。帮我做直播，拿着照。网红馆长陈志涵穿大衫穿，倒伫涂骹，朋友帮忙个机会，伊也阁会当直播。就连医护人员赶到现场，直播嘛无停。初步处理的过程，网友拢看会到。需要床上对吗？我没办法，大家帮忙。我操！今天透早两点外，馆长和朋友才对健身房走出来，上车准备要倒转去处理，门拢未关好，歹徒就冲过来，目标就是馆长，连续开三枪，陈志涵正手骨被枪支断掉，正大腿的骨头嘛碎去，还有枪支卡里正卡洞，嫌犯马上坐客停车去派出所，讲是要自首，但是连叫什么名都不爱讲，讲是要等律师来，伊才要讲开枪的过程。为什么要开枪？你是害馆长吗？为什么要开枪？是因为不满馆长需要告你吗？原来这个23岁查甫人之前就捌找过馆长的麻烦，去直播了，做些网友讲甲找出来。游戏协会因为目前骚扰馆长，口角纠纷。以致心生不满，身躯顶端有真重的酒味。这个嫌犯是大内湖，专程拢坐共一台客停车来到南口摆好一点钟啊。趁馆长身躯边无人的时阵开枪，才阁投案。即马以杀人未遂罪侦办当中。